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梅，是要跟老爸过来红树林这边找一下螃蟹，看一下能不能挖几只回去。走，刚刚才退潮。哦，这有个螃蟹洞啊，还爬过痕迹啊，你看，我拿蟹钳探一下方向下。哇，在这边，老爸你先把它抛开一下。在吧，我往这边走了，拐了个弯老爸，你来哇，往这边。很深在里面。哇，哇，有一条泥滴，有一条泥滴。看到吗？这个泥滴很肥哦。老爸，继续挖。这个先放在桶里面。老爸，你快点挖，挖到这边来。我好像碰到螃蟹了，宝宝，我好像碰到螃蟹了，就在底下，看一下先，底下先，待会把那线弄断了。老爸，你把它抛开一下。再往这边抛，刚才我碰到螃蟹了，你看，磕磕的声音，知道吗？在这里，小心哦，把那个泥沙弄出来先。
螃蟹就躲在这里，费了九牛之力，老爸终于把它挖出来了。四只老螃蟹来的，我们看颜色，先把它洗一下先。等一下，洗一下，别太多泥土了。现在拿绳子把它绑好。今天第一个收获，现在我拿蟹钳再探一下方向，往这边走。比我头还要大，再把这边抛开一下，螃蟹已经到尽头了，没看到方向了。嗯，行了行了，有在哪里？那，在这里吗？我看到了，在这底下，哇，好深哦，在这里，给我下。这只高蟹，老爸，好大只高蟹来的，200多200块钱一斤，这种高蟹哦，现在高蟹很难得，这么大只，这有2斤多吧，这只高蟹。冬天了，上来产卵了嘛？上来产卵了，对吧？3月份就有小螃蟹出来了。啊，3月份就有小螃蟹了哈。嗯，我们就。好肥哟。今天有口福了，一只手都拿不到，你看，大哥，今天第二个收获，哇，满满都是缸，我看这里。黄黄的，红红的，要产卵了。200多块钱一斤都不卖，留给你儿吃。
现在我们把工具洗一下，准备要回去了。今天已经挖了很多只螃蟹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，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。下期见，拜拜。